我有我自己的原则，我不想一辈子让人踩在脚下。你以为我是臭养饭的？我这三年就是想等一个机会，争一口气，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，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，我一定要拿回来。金钱看齐，墙上写着金项链的三十二岁了，装个当朝富娃郎的齐君王啊，满皇上的回二岁了，装个当朝。金钱看齐，墙上写着金项链的三十二岁了，装个当朝富娃郎的齐君王啊，满皇上的回二岁了，装个当。